大家好，今天是周六。昨天呢，和儿子家三口人加上呢，我们两个人一行五人，我们开着车，那么从长沙呀到他们湖南的岳阳，岳阳啊是我们第一次来。那么岳阳啊，哎，这里的风景啊特别优美，它有两大旅游景，就是说景点，一个呢是洞庭湖，是啊全国的第二大，就是说淡水湖，就是说。第二个呢是岳阳楼，我们昨天下午啊，就到了洞庭湖了。那么中午呢还吃的洞庭湖的鱼，哎，鱼啊特别鲜美，哎，跟味儿啊真是的，跟我们在老家吃的不一样。看，这是啊我们住的宾馆，我们准备呢住两天，周天下午哎就返回呢长沙，因为呢大孙女啊，周一呢还要上幼儿园。不能就是耽误课，看，哎，现在呀，他们的温度呢是-10多度，哎，空气啊特别新鲜，那么就像我们北方的9月份，哎，十月份吧，10月中旬一样，哎，就是不是干热，就是空气里的水分特别多，哎，特别湿润。那么现在领大家呢看看洞庭湖的美景。看着自己呢，大家好，洞庭湖呢古称啊云梦泽，是7000万年以前呢燕山运动导致呢洞庭湖地区地壳上升，洞庭凸现成湖。1860年全盛时期，湖面达到呢6000平方公里，经过100多年的沙泥淤积，湖泊面积应有2691平方公里，总容面积呢是220亿立方米。现大致分为东庭洞湖、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部分，是国内啊比较大的呢淡水湖泊。洞庭湖一年四季风景各异，一日之日，千姿百态。洞庭湖呢有洞庭秋月、平沙落雁。那么还有呢渔村夕阳，都是啊描绘呢洞庭风光的。那么在1988年8月，洞庭湖就岳阳楼风景区呢被国务院呢确定为国家呢重点风景名胜区。洞庭湖素有啊鱼米之乡，滨海盛产呢稻谷，湖中呢盛产鱼虾，自古以来是我国淡水湖产地的圣地之一。湖中呢有啊鱼类呀，哎，它的鱼呢有100多种，还有虾呀，哎，唐代诗人呢就说过，洞庭可食，不假更垂柳，亲若鱼前虾，多如秋后影，可见呢鱼类之多。洞庭湖还生活着国家一级呢保护中华鲟，哎，这就是啊洞庭湖的美，洞庭湖的物产。洞庭湖还是鸟类栖息的天堂，洞庭湖已观测到鸟类啊293种，其中呢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呢，哎，有啊也很多，37种。1992年，洞庭湖湿地列入国家呢自然保护区，被联合国科文组织列为国际湿地公园。到2009年，洞庭湖啊已举办呢6届国际呢观鸟节。这块啊，那么湿气呢，就是啊空气的湿气特别重。你看，哎，景啊特别优美。那么大家呢，看一看，哎，这洞庭湖啊，因为呢我们今天来的特别不巧。观湖的船呢都被一个旅游团呢所承包，因为这个旅游团的人特别多，那么就今天呢就不售票了。那么大孙女儿一直要坐，我们说的不行啊，买不上票啊，哎，我们呢就在这个道上呢，哎，就是湖边的道上的湖，哎，溜达溜达，看一看这景色非常优美。我们观察了一下，湖边呢有很多的高楼大厦，那么我们问了一下，它的房价呢不是很贵，5000多一平方。其实啊，这个地方呢是特别适合养老的，这个季节我看是不错的，但冬天不知道怎么样，因为呢我们北方人呢冬天呢都喜欢呢待在呢有暖气的房子里，
湖南这个地方呢，那一定是哎，屋里啊没有暖气，那么他们的就是墙呢还比较薄，他们冬天的时候呢，外头啊，哎要比屋里呢哎暖和，因为屋里呢它属于湿冷湿冷的，就像啊我们北方的。就是停暖气的时候，哎，那种冷，我们北方人受不了。但是呢，这里的空气，哎，真是特别好。我一看呢，就喜欢这个地方了。你看，哎，假期呀，哎，领着家人呢，哎，在这块溜达溜达呀，哎，看看逛个风景啊，哎，心情啊还是不错的。你看，还有拍照的，哎，就不一样。他们虽然呢，就是说，温度是零上，但是呢还穿的比较厚，因为这块呢就是说空气中湿润大嘛，哎，这个那个塔哎就是呢，哎，看是岳阳楼，我们明天呢准备去哎看一看去，看树全绿了，非常好，看这是湖水呀，哎，不像海水似的。哗哗的，这个呢，哎，就是湖水荡漾，看，哎，就是生活在这个小城市是很不错的。它的就是经济指数呢，就是除了长沙，哎，就是岳阳了，哎，就是人们的消费水平还是可以的，哎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开心快乐，谢谢支持，有机会呢也来溜达溜达。